头浓浓，和月海忧伤。简安心情怎么样？回家了吗？嗯，回家了。这两天玩得挺开心的。以后这种事情啊，我不允许再发生。尤其是那个韩若曦，她要是再闹事的话，我也不饶她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来喝茶。哼。哎，对了，妈，我有件事情想请教您。说。是有关女生生理期的问题。简安啊，他每次那个来，都会特别的不舒服，然后我用尽了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我想说，妈，有没有认识什么厉害的中医啊？哎呀，你怎么才说呢？你怎么当老公的？这个是冯大夫，几十年的老中医，最擅长调理身体，妈的身体啊，都是他调理好的。那我立刻带他去看啊！快去吧。谢谢妈，谢谢。当然也就痛了。是不是减过肥啊？按时服用。哦，对了，医生，你帮他也看看吧，他胃病好久了。别了吧。
食。你们夫妻俩呢，回去互相监督一下，行吗？一定互相监督。陆总，太太，中药啊要趁热喝，听到没？趁热喝。你喝我就喝啊。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我都喝了，你想耍赖是吧？一定是你的药不苦，所以才喝了这么干脆。陆总啊，您就别逼太太了。这药啊，我刚才尝了一口，确实是太苦，要不亮亮再喝。啊，厨房的火我还没关呢。简安，你先坐下。哪有你这么强迫人的？简安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身体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，这药你必须得喝。这样吧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什么？你将这碗药一大口喝下，让药尽可能少的与味蕾接触，要快，然后马上含一颗糖，就能化解苦涩的味道。能行吗？你觉得我的计划什么时候失败过？